又刷屏了半年。这其实就是切割，那不是打孔。人打孔是很小的孔。他说明他胖了。得把这个放到网站上。这样是好像是因为发射力太大了，又跑过去。会着火的啊。不会。哦，这还好。这功率有点大点，哎呀，那个黑不黑看不到。对，我说要把那个看看。也可以拉远一点嘛。到时候可以把它截一半吧。不要动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，我把它切下来。